主失宠的时候也刺绣，如今得宠了，忙着陪伴皇上还不够吗？又绣上。失宠的时候得学会平心静气，得宠的时候啊，更要提点自己不能心浮气。就像绣花，一个眼错全盘皆毁，一枚针鞋扎到的就是自己，所以动心忍心一步都不能错。主说的有理，您喝口蜂蜜茶吧，先热身燥燥。好，你安静了，做事也妥帖。